哎呀，莫大哥，哎，那个婚礼哈，我想说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了 ，OK 了哈。很好啊，哎，你们年轻人喜欢就好，你们自己处理，我没意见呐。大咖一人分饰两角，扮演讨论人生大事的母子。长辈嘴巴总说年轻人喜欢就好，但是，哎呦，你有看我喜帖吗？有啦。哎，我娘哎，蒂芙尼的颜色没办法，我做时尚哎，吵死了。上面的 Kiff 你，只要跟你讲，我要大红哦，红色啊，配点烫金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哎，这怂哎，哦，怎么怂啊？讲不听，你们年轻人就是婊子，你跟你讲那个传统的红色，那才底气嘛。奇怪，说好的没意见呢？那个大饼不用了吧？现在年轻人没有在吃那个的啦，我们就用西式弄饼干就好了啊。什么都不用，大饼很多人喜欢吃啊。不然，我饼有不那么假黑啊？那是你朋友啊，你三只公公的，就爱讲多变，你不知吗？我是说我们喜欢吃。本来就要有的东西，那是简单最基本一定要有啊。什么都被打枪，蔡阿嘎扮演蔡妈妈，口气手势传神到位，精辟生动演活长辈，网友看了心有戚戚焉，狂赞中肯只能类推。那五六桌，我那五十桌啦，啊，五十桌秀寒啊，那也秀寒，啊，很多叔叔阿姨都看你长大的，都要邀请他们来啊。不啦，他们要邀请我，不熟吧？哦，怎么不熟？真的很不懂事嘞。那些我们都包税多少啊？我们要回收。首次出现的蔡妈妈连珠炮讲话方式，不仅让网友笑到喷饭，也意外撞脸了。比比卡通樱桃小丸子同学冬田，无论头发、腮红、嘴唇相似度都很高，亲和力100的蔡妈妈精湛演技，大家频频叫好，成功掀起话题。三立新闻张子如、陈文娟特别报道。